一个人啊，坚哥没打。没有，他们说他没有。那还能叫啥？叫啥呢？对。他说他们说那个江公院有，我说那什么去江公院。江公院哪？在于那个哪儿啊？康复，你那儿没有那医生。那不行。那就是往那个再排也来不及了。那。各位乘客，永定门西到了，请您从前后门下车。永定门西。